是特别想站在上面的。哦，会是谁呢？各位请看。来，我欢迎林涵。林涵，哎，既然在那边，不如把你那个心愿完成一下，好不好？因为上一集林涵在跟我们说再见的时候曾经说过，虽然他不能在鸡鸽子做领唱了，但是他很希望可以在高台舞娘的位置上做出跟我们的四位领舞一起给大家继续在鸡鸽子节目当中带来很多的快乐啊。但我们一定要考核一下啊哈，对，所以我们也会给你一样的音乐，然后你跟我们的四位美女们一起来呈现一下啊，四位 dancer 啊，你们现在是他的仲裁，好吧？好，待会儿用点头或者摇头表达说愿不愿意让他加盟到你们当中。来，我们的乐队老师给一段我们单元和单元之间的音乐来。四位仲裁，哎，来看一下仲裁，对，留在他们当中。四位仲裁，我们的舞蹈仲裁。当我数到一的时候，请点头或者摇头啊。三、二、一。你一定请他们吃饭了。欢迎林涵，来，来欢迎林涵。哎呦，因为他在我们的歌舞天后呢，在我们我爱鸡鸽子家族里面曾经来袁野，要不要跟林涵打个招呼？你们应该也有好长时间，一周的时间了，正在比赛。让你失望了，我不姓陈。好了，袁野加油！哎，你拿手刀天后那一招讲回去啊！居然好奇怪哦。这是由包小柏老师在我们节目当中给林涵冠以的称谓啊。对，手刀天后。那么好，林涵，手刀天后，告诉我们什么歌呢？这首歌是那个这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男歌手。哦，男歌手，四大天王之一张学友。哦，也是歌手的歌。对，这首歌其实也代表我的心声，我也想借助这首歌送给袁野，送给还在舞台上英勇奋战的我的兄弟姐妹们。这首歌叫做祝福。哇哦，两位加油了，来。